台湾的情报部门，台湾的军队绝大多数都已经被收买了。仗一开打，第一个卖老百姓的一定是台湾的军方和情资部门。台湾最近买了很多这个无人机，无人机你知道是哪儿造的吗？无人机都是大陆造的。记住青科技在说这话啊，记住啊，4月14号郭文贵说的，台湾买的无人机都是大陆造的。大陆就把无人机卖哪儿了？卖给澳大利亚。台湾的军人再从澳大利亚把无人机买回去，买回到台湾，你打什么仗？台湾威严。无人机能卖给台湾军方，这已经不是那么简单是无人机的问题了，是整个台湾系统，是整个台湾系统，兄弟姐妹。